其实猪猪也不想吃那么多，只是被人给养肥了。我还没吃过烤乳猪呢，好吃不？会不会很油啊？我在吃什么？我在吃鱼。赶紧，赶紧的！那鱼上线第一时间是攒怒气。点，点 Q。知道我要生了，直接闪现点炎，平 A 接 Q 死。基本上那鱼这套二级半血以下必死，没有人能跑得了，就惹赛他都得死在我那鱼的刀下。Q 一下，升个三，一过来 Q 一下。好吧，溜一走，我先 W 扣一下，打个眼儿的，这波可走可不走吧。虽然我们没什么怒气，但是我们血量还可以啊。攒攒怒来，半管怒放 Q， 剑姬很难会耗得过我们，直接晕，晕住我自己。反应不错啊，小伙子。明白了啊！呀，我应该先出一个，我应该先出一个那个小反甲的，出错了。A Q A 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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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 E， 他指定交闪现，一过来 Q 一下 W 住，这就得预判他的动向，知道吧？哎，刚才是不是出 bug 了？为什么我的 W 是红怒的呀？我二段 E 不是用了红怒吗？为什么我 W 是红怒啊？是红的吗？我记得我二段 E 用的是红怒，一小兵是一小兵的呀，扣一下，先吃个药，一过来，平 A， W 住 ，A 接 Q， 打不过，这波确实是有点难受了，哎呀，早点 E 走好了。不行，剑姬这个英雄不能跟他换人头，我们必须得杀完他以后
攒到足够的优势，然后我们回家下边再打，不能那么跟他打。要不然这个英雄啊，他后面打我们很好打的。我那二段E没有了，我先等他 W 完事儿，哎，我晕他一手，完事儿我再E走。慢慢跟他耗好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家不会再死一次，因为我的荆棘背心做出来了。还来进攻吧，来骗我一个老鳄鱼卡牌，卡牌还没飞过啊，不过他扣一下。这波得杀他，这波他的 W 没有好，我们的 W 技能绝对是比他 W 技能要快很多的。他也感知到了他的死亡，他居然感知到了自己的死亡，我是没想到的，浪费了我一个闪现。这波走了，不推了，下边再干。这么出一波，我就不先出铁刺鞭了。这把有卡牌，我们最好是韧性能高一点。一会儿出个水银海。一扣 A 一走，回头 A W 平 A 接红怒扣，哎，这也挡掉了，这红怒扣快了一点点。一上来扣一下平 A W 住 A E 再 A 一下，我们的装备比他好的已经有点多了啊，所以打他还是很好打的。打呀，这不帮你把上路杀了吗？抽一下。回点怒气。哎，有蓝 buff 哎，你俩能打过我吗？兄弟，平 A， 平 A 红怒 Q， 再 A， 再 A， 这卡牌什么玩意儿呢？推推棒。卡牌出推推棒，哈哈哈
哈哈啥呀，卡牌出对对棒没毛病。我已经咳血战斧了。信哥，我看你对俺们家贡献也不是很大啊，我打个红没毛病吧？给你个心，给你个小心心。他肯定得扣我，扣一下，我们互扣，先让他扣我，我们晕 ，A 和谐战斧接扣 ，A 接点烟，卡牌随便来，让他来，来拆掉可以。攒个怒啊，这卡牌好像又有点想死。我一看银马怎么回事，银马创一刀可以，他不敢过来。抽一下开大招，我看谁敢上，让他放 W， 他不 W 我坚决不 W 啊。来 A， 不用交闪，这波红度扣是银马，闪现 E 平 A 一过来，流头给我晕，流头我扣你一下，把他眼儿排了。牛头走得有点快，牛头水银海，来吃一个塔皮，这个塔皮吃得很艰辛啊。小龙可以要，对面好像没有想打的意思，我们还是回上路。你这剑尖儿连个提亚马特都没有，要卡我兵线你卡得住？剑尖儿白送了。我们就慢慢吃兵。这卡牌来干嘛来了？来守塔。把他爷给他吃了，这怎么就越塔了呢？漂亮，我给你们扛个塔。应该能上高地吧，把高地上了。
差不多了吧？还拆啊？我一看这波是要打起来了呀！你收吧，你收石头人，我回家了。上，晕，致命点烟，跑的真快呀！开大招，俺们杀 ADC， 咳血战斧。W 红路 Q， 我们死了。这卡牌跑的咋那么快呢？这卡牌呀！我来个水银海。出个蟹手吧先。我进卡牌应该能打得死，但是失败了。